嗱，咁啊，講到哇，其實講咗咁耐啦，終於都開始做呢本雜誌啦。係。咁想問一下啦，嗱，其實你當初即係頭先都講啦，你第一次做雜誌，因為第一次做寫真嘅時候，你遇到好多問題啦。咁其實你轉咗做月刊嘅時候，其實會唔會遇到一啲咩難度嘅咧？其實遇到好大嘅難度啊！月刊嚟講，其實我以前做咗傳媒好多年啦，所有傳媒嘅生態就係、是。賣書咧，嗰、那個錢咧，只係印刷費嚟嘅啫。冇錯，你甚至乎印刷費都冇嘅。係啦，冇錯啦，唔通你七蚊啫印到咁大沓報紙咩？啊，八蚊而家 sorry。咁啊，但係咧，佢主要係靠廣告賺錢噶嘛。咁、但係如果有睇過我哋本書嘅人，都應該好明顯見到冇廣告嘅。冇錯啦，就係、是、因為個 branding 啊，或者可能有一啲人嘅、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其實想睇嘅人多，但係個個都唔敢承認。變咗調翻轉頭，廣告商客户都會係啊，都會變咗，都會卻步啦。即係就算你真係個賣數係有翻咁上下，佢又覺得以為其實我開頭覺得咧，會應該有一啲相機嘅廣告商會落廣告啊。好可惜到而家都仲未有，係啊。而家應該仲更加難。係啦，咁啊，嗰陣時有錢都難啦，更何況而家即係間間都窮。但我心諗，喂，一百個買相機嘅人。我相信起碼有三四十個是為了拍靚女啦，係啊，係咪先？我想不止添啊！咪係咯，好保守啦呢個數字。咁但是我咪就是全香港唯一呢本雜誌是拍靚女的書咯。咁你好應該落廣告在我度啊，冇，但是冇。咁啊，當然可能我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嘅，但是呢個社會的睇法或者人哋一啲嘅。形象問題咧，咁係令到呢一個雜誌冇廣告，冇廣告咁啊，令我又失一啲預算啦。咁但係都叫做可以捱住做咯，慢慢做，一步一步咁樣去繼續去堅持咯。OK， 咁嗱冇廣告啦，咁你而家咁即係講真，真係靠賣書啦。咁但係老實講維唔維持到先，定係你嗱我知道你，因為你每年。去暑即係暑假啦，其實都一定有一紮寫真集出。即係講真，而家咧香港都差唔多係你包攬噶啦，即係都唔接近啦，接近啦，即係好大部分嘅寫真集都係你哋公司即係製作先啦，起碼都係係啦。咁會唔會係啊？而家其實香港會唔會有一個難度？因為所有紙媒都已經式微啦。咁你賣書我相信開頭係賣到好多嘅。咁但係而家慢慢會唔會變咗？以為有難度，或者係變咗好似有啲其實有啲好多紙媒咧，係可能即係尤其是譬如出版社咧，佢真係夠膽話我一年淨係做書展嗰幾日生意嘅咋，其他全年都係硬蝕㗎。咁、其實你會唔會又遇到這些問題？我諗啲讀者就算問翻自己，你諗下你過去嗰一年。用我幾多錢買書買雜誌？你都根本上而家個生態都轉變曬啦，根本上就大家都睇一啲網上嘅資訊啊，免費嘅資訊啊，係啦，真係要俾錢嘅資訊，相信就暫時都好似未成熟嗰個收費嘅渠道。係係。咁所以做媒體其實就好難做嘅。咁不過好在我哋個書又唔係話真係賣資訊咁多啦，主要都係賣一啲靚女的相啦，都有少少嗰個精品的感覺多啲啦，就會有啲朋友佢會儲啦，或者佢中意嗰個女仔啊，佢係其中一個女仔嘅 fans 啊，咁樣佢可能會收藏呢本書啦。咁所以對於嗰個紙媒嘅沒落嚟講咧，我哋都叫做冇咁大影響咯，係啦，雖然都好大影響，但係比起其他冇咁大咯，係啦。OK， 咁啊，咦？我好像自己走遠了一點，其實我有一件事真的很想問的，就是喂，你去哪裡找那麼多靚女型先？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啦。我本身因為我之前的底就是在 media 做開嘛，所以認識很多不同的媒體人啦，咁有記者啦，咁有好多嘅經理人公司啦，有一啲模特兒公司啦，咁都有一定嘅交情喺手噶啦。咁然之後，咁到我做呢本書嘅時候，咁我又之前我已經出版過一啲寫真集啦，咁啊更加認識到多啲唔同嘅人啦。即係佢哋又對你有信心啦，相對係啦，咁即係唔會無端端揾我搞噶嘛。雖然我都好想。
係咪先？係當然第一本嘅書帶咗好多好多機會俾我嘅，係、嗯、啦。咁慢慢開始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啊。咁譬如有啲模特兒公司有啲新嘅女仔想推出，咁、哦、佢都會主動同我講啊，誒、嗯、俾、我哋去影啊，或者出書啊、出寫真啊，都有咁樣嘅方向啦、啊。咁、嗯、有一啲可能係啲。model 嘅朋友又想想試下，咁啊又去啦，介紹互相介紹啊，係、啦，甚至乎後期我哋自己都會喺啲 Facebook 裏邊睇下有冇啲靚女適合啊，跟、哦、住主動揾佢哋咁樣。都會嘅、哦，通常我哋去揾啲 model， 大部分都OK welcome 嘅。係咯，其實我見你即係嗱，你一個月出一本，你一本入面咧有兩三個，甚至乎唔止啦，四五個啦，四五個。你一年 要用六七十個 model 噶咯喎，係㗎，係咯，即係冇六七十個啦，五六十個啦，都其實都多噶喎，咁但係即係嗱，近年我自己都 feel 到就係香港好似冇乜新血喎 model， 因為可能個生態唔同咗啦，所謂嘅 model 喺而有好多啊，去轉型係 artist 啦，或者即係靚模呢近呢幾年都比較叫做冇咗呢回事啦。好似有斷層喎，直情個感覺。因為就算你而家同我講話，喂邊個好吸引，好想好想見下佢啊，想影佢啊，或者好想睇佢出書，有時我自己都唔係太過可以揾到一啲好吸所謂好吸引嘅人物啦，或者。而家其實香港嘅娛樂圈嘅生態都俾一個好大最大唯一一個嘅電視台佢壟斷嗰啲嘅靚女嘅資源啦，係咪先？咁基本上你又好難揾佢旗下嘅藝人嚟做啦。哦，肯定唔使啦，佢哋係啦。咁其他一啲公司又相對唔係咁容易去做啦。咁所以選角嗰方面的確個困難又大咗嘅，係啦。OK。咁嗱，咁輪到技術上嘅問題啦，即係揾女又難咗啦，賣書又好似困難咗啦。咁輪到做呢本書出嚟啦，其實你會遇到即係都咁多年啦，咁可能你已經解決曬，而家好 smooth 都唔奇，係咪先？咁但係早期咧，咁你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即係如果做一本雜誌或者做一本寫真，你最深刻或者覺得最難嘅地方喺邊個位咧？最難的位置其實都是我覺得做一本書對於我來說又不太難，因為我本身就做了很久傳媒我才來的，所以基本認識我都有了，但是你到最難的就是賺錢回來，尤其是賺廣告咯、okay. 因為其他任何媒體都是靠廣告，而我們是沒有廣告的、所以我們要靠賣書啦、但賣書大家都很清楚，過去那麼多年都其實只是你跌得快一點還跌得慢一點、所以是啦，賺錢回來是最難的、這個、因為你賣書即如果比起其他 media 賣一樣的書都好啦，咁人哋有廣告，我冇廣告，咁好難做喎、啊。咁所以喺最難就係點樣可以維持到佢嘅盈利啦。因為係啦，你叫我影一百個女仔，我又覺得好輕鬆嘅啫。但係你叫我揾一個廣告翻嚟咧，我都覺得好難嘅，真係。哦，絕對明白啦呢啲。冇錯啦，你想叫人 sponsor 你套衫，或者叫人 sponsor 個相機俾你，都唔難。係。你叫人攞問你攞錢落廣告咧，好難。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我諗係成個環境，大家都困難啦。即係唔係話有陣時佢未必係佢完全唔想俾，而係佢根本俾唔出，即係會有呢啲情況。或者就算一啲其他。或者他哋啲公司，我成日都覺得，佢要計住我每用呢嚿錢，佢要有啲眼見到嘅嘢攞翻嚟。係啦，佢要一啲數，唔係其實數佢要數據都好啲喎。數據其實我有喎，因為幾多人睇過，幾多人咩呢啲有數字喎。但係有數字得嚟，又要 branding， 又要啱佢個形象。呢啲又係好難。咁但係如果除非我將 Bubble 變成一本冇性感嘅書啦，咁可能我會有廣告嘅。有廣告，但係又冇。冇錯啦，輪到跌個銷售量額。冇錯啦，咁所以喺平衡各樣嘢之後，我都係覺得，我寧願唔要廣告啦，我做翻一本我想做嘅書啦，咁都係，我即係講真啦，如果喺我嘅角度，我都即係我點解我會話你係我偶像咧，就係、是。
喂，我其實我明白，我都好明白係真係難嘅。係啊，但係即係為咗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去做，其實而且都仲叫做做到啊！即係而家呢個環境咁難，係咪先？仲捱住啦，可以。咁我覺得真係好非常之 OK 嘅，係咯。咁啊嗱，咁啊呢節咧好長啦，應該過咗好多時間啦。咁我轉頭翻嚟，我就訪問阿 Ronald 其他即係關於真係嚟緊嘅寫真啦，過去嘅寫真啊，即係真係講啲寫真嘢啦。